哈哈，这回我可逮着你了吧？哎，你家的猫没跑到我这儿来啊？你别装蒜，拿着手里那烟不许动。哎，杨红，小鱼，同志们都来看呢。不要叫了，这叫模型烟，塑料的。哎，老婆啊，你没有犯错误。 我就放心了。哎，等你站住！啊，当着我的面，你好大的胆啊！啊，和平小鱼同志们，快来呀！这个，哎，一天喝个10斤8斤的也没事儿，嘿，糖水儿。<笑>搞什么名堂嘛？老郑啊，哎，这我可要。 狠狠地批评你了，过来。啊，你说你这样整天撑着，你看你把你的身体都搞成什么样子了吗？啊，面黄肌瘦，无精打采的，这样下去你危险了。哎呦，我可不能跟你比呀！哎，这一天呢，你是越来越精神了，你瞧啊，嘿，这嘴唇乌黑。 脑门翠绿，眼睛发蓝，这面色苍白呀、啊！哎，我这越看越像我家的那个波斯猫跟乌鸦，那个杂交的品种。哎，说点正经的。哎，你看，咱们这样下去，这个身体恐怕就吃不消了啊！受多大的罪？ 你我心里面都明白，哎呦，太明白了！哎，哎呦，从戒酒开始啊，我哪天不是咬着牙过来的？那酒瘾上来不能喝呀，真是撕心裂肺的那么难受。哎呀，我真恨你当初，哎，你对我策什么反啊？你干脆让我全军覆没，把我打死就完了。哎，我这个烟瘾上来不能抽。 也没出息着呢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躺在床上打滚儿。哎，我真恨你当年干嘛那么深明大义啊！你要是顽固不化，一枪把我给崩了，省得我今天受这份罪嘛。哎呦，我每天呢就把吃饭呢，哎呦，没有酒就着，我连粥都喝不下去。我每天呢就盼着吃饭呢。<笑> 我抽烟，我这嘴一会儿都不能闲着。我整宿的失眠呢，吃10几片安眠药啊，都睡不着啊。我整天的犯困呐，一连睡10几个小时我都睡不醒。我是头昏眼花、妄心大呀，一上街呀就认不得道，回到家呀就找不着门儿，有点什么事儿啊，转眼就忘了。哎呀。 我跟人说着说着话啊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了。哎呦，圆圆呐，我说的这些事儿，你千万可别告诉你爷爷啊。谁是圆圆呐？老郑啊，哎，啊，这个，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啊，听着都让人心酸啊。你说，你我活到这把年纪。 干什么呢？啊，还不就图个有个好身体，好为国家建设发点余光，献点余热吗？啊，戒烟本身它不是目的啊，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是不是啊？像你我现在这样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就是嘛，哎，你我你看都是老同志喽啊，不要在一些小事情上争来斗去的，搞得两败俱伤啊！就是，所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考虑这次评选健康老人的活动，你就不要参加了吧？什么？我不参加？那你呢？我参加革命比你早，关键的时候要冲在前面呢！啊，我是革命一块砖，东南西北任党搬，我是革命的螺丝钉，哪里需要哪里拧。 啊，革命工作无贵贱，脏活累活我来干。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儿，怎么都让你干呢？那不像话。好在啊，我觉悟也不低，交给我了，你甭管。不行，还是我上，前面危险。哎。
请祖上放心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郑某人绝不含糊。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不要管我，请老傅同志先走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壮志未酬誓不休。你可气死我了。哎爸，你怎么这么早起来了？才睡了12个小时。我说你们戒烟办能不能发扬一点救死扶伤的国民党主义啊，高抬贵手，提前把给释放了行不行啊？爸，您这种渴望自由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，可您怎么也得挺过明儿个吧。明天问题不大，就是今天挺不过去。爸，您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您气就气吧，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，有时候也必要得放弃一部分胜利果实。那您这一星期的成绩可就付诸东流了。流就流吧，我这口水都流了好几天了。一夜之间就被人对门给劝降了吧。他们劝不劝也是那么回事。我就是拼着老命把烟戒了，也都不怪老郑那个东西。我看也是，人家艳红他爸这回是软硬不吃一根筋了。我爸，这会儿怎么刚说你爸你就听见了？哎呀，我爸那心脏病。没事，戒了酒就好了。什么好了？我爸心脏病犯了。啊？什么？你看我说的吗？这个是，人呢？躺在床上直哼哼，都快好急死了！赶紧送医院去！就是，真是的，我赶紧打120急救中心。你们哥俩别出去了，赶紧到门口等车去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赶紧去呀！老郑啊，老郑，你绝对不会白白的倒下去，你放心吧。你的健康老人大业由我来承担。大家注意啊，注意啊！我宣布一下投票的结果。经过民主选举，一致通过傅明同志代表我们街道参加我区十佳健康老人评比活动。下边呢，我们请老傅同志谈一谈他当选后的体会啊，请。同志们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你们好不好啊？好。这个，首先，在这里，我要向前两天因病退出竞选的，我楼著名的健康老人，光荣的戒酒战士。郑同志啊，表示深切的怀念，向他的家属表示衷心的慰问，并祝老郑同志早日康复，重返后方，戒烟美名传四方，健康老人我来当，齐心协力搞绿化，深化改革奔小康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个，有人问我，傅明同志。你60多了开始戒烟，靠的是什么呢？我说靠的是理想，靠的信念，靠的精神，靠的勇气。当然喽，一个老年人突然改变他的生活习惯，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。这个有时候是很痛苦的，在整个戒烟期间，我经常感到四肢无力，头昏眼花，现在头
像现在这种头昏。老傅同志，你就不要现场表演了啊！老傅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快快快，什么事情不好？您爸爸到底去了啊？把药给我拿来。哟，您不是刚吃过吗？那个药。哦，这个。哎呀，快一点。这个大夫说也不能跟原先是一劲猛抽啊。这个我知道。嗯，知道。欲速则不达，好事变坏事哦。哎，你郑伯伯那边怎么样了？嗯，好多了，也爱家喝呢，改喝啤酒了。谁呀？来了。嗯嗯。哟，于大妈。哎呀，老傅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些天我净瞎忙了，到现在才来看你。怎么样，身体好多了吧？问题不大了。啊，那好。我没有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啊，在街道人民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倒下了，很不好过。放心吧，老傅，倒下你两个自有后来人，新一代健康老人已经诞生了。怎么这么快就人强 能行吗？当然行了，已经参加复赛了。这么有能耐，谁呀？啊，那还能有谁呀？当然是我呗。这。